这集介绍翻滚鸭巴勒女郎波多野贝拉。有没有想要吃波多身上这一颗芭乐？这一颗芭乐就200块啦。对，一颗100而已。好了好，1颗100。在波多胸前的芭乐谁要？那个波多口味芭乐。波多的口味哦。换一下，好热。波多加持麻辣，老板也不知道，波多加持麻辣，100给你吃这种的，不一样的麻辣，波多的味道，有波多的味道，有波多的香味，波波香麻辣，波波香麻辣，波那个波多加持香麻辣。赶快哦，手上就剩这一颗麻辣，现在谁买？我这手上这一颗给他吃。那我们现在，手上没有带。